开门。早，还是比他晚到一步。开门。玉阳君，你夜闯我惊雷阁，所谓何事？自然是接青洛回去。我没有听错吧？玉阳君是想在我惊雷阁带走我的未婚妻和儿子？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挡我者死。慢着，叶修独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楠楠。楠楠已经睡了。青洛，我答应过你，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，我都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我绝不会放弃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请玉阳君自重，不要插足我和青洛之间的家事。当然了，要是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等我赢下四国大赛之后，参加我与青洛的婚宴。我和青洛一定会给你留一席之位，对吧，青洛？上官且，有两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。第一，玉青洛永远是我叶修独的女人，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改变不了。第二，我定会在四国大赛上亲手取你性命。So